得我挺幸福的。这里的吧，走前面。
个是我不确定的，如果不是可能我。我还带了一点水，带了半杯子。
进来的旅客朋友们，您好！正值春运高峰，冬春季呼吸道。打喷嚏后，及时使用流动水和肥皂洗手液洗手。如有发热等不适，建议暂缓出行，并及时就医。
哎，我这扫了的呀，怎么没反应啊？是还要扫一下吗？哎。